指挥官，你们好。亚蒙想占领天星锁，让他们能量超载，然后毁了奥纳。你们的目标是启动全部五个天星锁，你们双方的单位要同时在场才能开始启动，携手合作才能赢得胜利。 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无情的死神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无情的死神来了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！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听说你需要佣兵帮忙，我们用这些积累找点乐子，怎么样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老公，今天我们一起对付虫族吧。亚魔的部队已进入占领天星锁，他们一旦成功，就会开始超载天星锁。副官已经标示出目标，去把它抢下吧。你说如何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们和敌人开战了。 亚魔的部下正在占领一个天星锁，他们很快就能取得控制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用太空站来帮这场战斗火上加油。不能盖在这里。亚魔的部下控制了一个天星锁，你的目标就是在天星锁超载前把它夺回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听说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 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升级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自制联盟舰队随时可以出击。
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升级完毕，我们启动了一个天星锁，我们得维持它的启动状态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舰队航道设定完毕。亚蒙控制了一座萨尔纳加石像，可以的话摧毁那个石像，让它解脱。升级完成，无情的死神来了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听说你需要佣兵帮忙，敌人在使用逆踪科技，正在思考，不过骗不过我方的侦测单位。压抑连线，这是给你的惊喜礼物哦！附属建筑开始运作。附属建筑开始运作。您的死神来了，缺少盟友无法拿下目标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求救！无情的死神，积累准备好了，来场烟火秀吧！求救！求救！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敌人企图夺走天星锁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我们的敌人占领了其中一个天星锁，你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回它。神来了，求救求救，我们不能让亚蒙的部队控制这个天星锁。神来了，我们占领了另一个天星锁，继续下去我们就能阻止亚蒙的轨迹。目标已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亚蒙的手下夺取了一个天星锁，我们不能置之不理。引擎正在思考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们用这些积累找点乐子，怎么样？引擎正在思考。随时可以出动舰队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无情，我们完蛋了。
开始调动舰队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！无情的死神来了！求救！求救！引擎正在嘶吼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亚蒙的部队打算夺走天星锁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方盟友必须在场才能拿下目标。是谁呼叫舰队？无情的死神来了。积雷准备好了，来场烟火秀吧。无情的死神来了，我们完蛋了。有个天星锁快落入敌人手里了。我们已经取得五个天星锁当中的三个，再拿下两个，这场仗就胜利了。有个天星锁快落入敌人手里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升级完成。无情的死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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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引擎正在嘶吼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们完蛋了。求救求救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方盟友必须在场才能拿下目标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们控制了五个天星锁当中的四个，只剩一个了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随时可以出动舰队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自制联盟舰队出击。我们和敌人开战了。
神来了。引擎正在嘶吼。引擎正在嘶吼。无情的死神。我们不能让亚蒙的部队控制这个天心锁。无情的死神。升级完毕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是谁呼叫舰队？有个天心锁落入亚蒙的魔爪，我们得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夺回他的控制权。亚蒙的部队打算夺走天心锁。这场爆炸撼动我的内心。升级完毕。缺少盟友，无法拿下目标。亚蒙的部队控制了一个天心锁，你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启动它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们启动了四个天心锁，再启动第五个就可以了。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。引擎正在嘶吼。求救求救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亚蒙的部下正在占领一个天心锁，他们很快就能取得控制。路亚已连线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我方盟友必须在场才能拿下目标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求救求救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这是个圈套，是谁呼叫舰队？这是联盟舰队。我们控制了另一个天心锁，看来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五个天心锁全部启动，亚蒙没办法再夺取他们了。指挥官，坐到。